模拟机呢能模拟各种飞机的故障，同时能模拟各种极端天气、不正常天气，液压系统故障、一台发动机失效，然后呢增压系统故障、电气系统故障，刮大风的天气怎么落地，扬沙天气怎么落地，大雾天气怎么落地，颠簸天气怎么落地。当机长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他就能够沉着冷静地处理这种情况，达到了训练提升安全的效果。我们实现了整个视警系统的这样一个代际升级，那整个的一个画面效果呢就是更逼真，整个视警系统的运营效率呢更稳定高效，它用一种高帧率的方式去进行运行。那这里面其实我们结合了计算机图形学最领先的这样一些技术和方法算法，最先进的这样一些渲染技术，能够真实的能够呈现是说经过城市的上空穿越人群相应的一些光照效果，所有的呈现都是完全是一致的。它在还原真实的世界的这个还原度上、真实度上，以及就是建造这个虚拟的这个数字世界的这个效率上，游戏引擎可以比较好的来满足这两个特殊的这个需求。我们从这个视警系统的搭建，到对整个数字化的这个全球城市和机场的这个建设，到整个运维，现在都是在做我们的自研